大家好啊，今天来做这款手链，简单精致的款式，男女戴都合适，做成戒指也很好看。古董珠是2毫米，中间隔片是4毫米，4个古董珠拉到线尾部。0.13毫米的火线用了1.5米左右，加上闭口圈。加2个古董珠，穿进2个，穿出3个。1个隔片，2个古董珠。穿进2个古董珠。穿出3个古董珠。每次都是穿进2个古董珠，穿出3个古董珠。重复操作。做到需要的长度，加闭口圈，找个地方打结，连接磁铁扣就完成了。